鲛人呢，在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无性别的，在他年轻的时间，很喜欢帮助自己的族人，不会考虑太多后果去做这些事情。他内心却是一个很火热的人，然后他很勇敢，他也不服命运的安排。最甜的应该就是在白塔上面两个人的互动，那种纯纯的懵懂萌芽的那种爱。最虐的应该是在跳塔的时候那种感觉。重逢的那一刻，我相信他是真正的懂得了自己的内心，懂得了爱情的。很多时间他都放不下自己的爱情，我不放，他就在爱情跟事业中间不停找个平衡点。他因为变成海王了，他对自己的族人有个承担。到后期宿魔的能力，他的内心的强大，都使得他跟前面有很大的一个反差。宿魔用了自己一半的力量做了避光珠，这样他就不用只能晚上才出去，白天他也可以自由的走动。星魂海市呢，就是把他的命给了白鹰，是一个没有包袱的，他也蛮接地气的，很有亲切感的英雄本色。小马蹦